你们俩关着门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喝点小酒。哟，嘿，嫂子今天穿的啊，真漂亮。来，进来吧。看，我给你们带来了一坛好酒。哟，哎呀，谢谢嫂子啊。哎呦，你们俩先聊着，我到外面转转啊。二哥，嫂子的酒给我留点啊，别都喝了。坐吧。那个新房我都布置好了，你哪天有空去看一眼吧。子莹，我其实，严重，我知道你有话想说，我也知道你有你的苦衷。这段时间你压力太大了，作为你的妻子，我不想再给你增加任何的烦恼。现在啊，一切以任务为重，但完成任务了再说，好吗？来，咱俩干一杯。好。哎，你怎么不喝呀？哦，好。玩这套啊！我操！哎，怎么样？抓着那个金库没有？那人人跑了！哎哎哎！您坐，您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头的鸭子飞了，线索全都断了，我他妈哪知道怎么办？还愣着干什么啊？还等着给人不灵堂啊？收队！是收队！等会儿。放把火把它烧了，一定要说，在落完之前，他畏罪自杀，自己放的火，听见没有？是，他妈全是你的砖头！笨蛋，饭桶，葛九如一个大活人，明摆着让你们给弄死了，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？师座，不是属下办事不力。啊，不不，是属下办事不力。不过我确实没想到葛九如他，你还有脸狡辩？告你们说去的时候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结果还是打草惊蛇了啊！为什么留给那么长时间让葛九如把情报烧了？不是，当时现场刚好起火了，有一个打更的四处叫喊，葛九如啊大概知道了，他知道自己跑不了，所以他就闭嘴。为什么早不起火，晚不起火，偏偏你们抓人的时候，这里面外面全都起火了？那个打更的要不是共匪的同党，我张子都过来写。是是是，这个属下已经派人在追查了。不过师座，既然咱们已经掌握了龚简让亲笔签字的投诚书，那不就足够了吗？这个葛九如已经确定是共产党了，其实他死不死也没什么差别。葛九如的联系人是谁？这28市里还有谁是共产党？龙延冲又是干什么来了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不知道。当然不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谁知道？葛九如知道。现在这个人死了，线索断了，你问谁去？是属下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行，见不惯你们这个窝囊样。起来吧。哎呀，这点事儿咱们整不明白，让军统去操这个心吧。能搬掉龚简让，这才是正题儿啊。如果，
海，你怎么还跪着呢？起来！属下这就去抓龚锦让，绝不敢再出半点差错。啊，龚锦让那儿倒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，他可以等一等。啊？哎，为什么呀？那他要跑了怎么办？嗯，啊，刚刚收到的电报，自个儿看看。国防部督导团已行3日后抵达你市。明白了。真明白了？真明白了。你不明白。这两天一切都按兵别动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乐乐。记着，把招子放亮一点，把嘴巴管严一点。葛九如那个事儿，葛九如离奇自杀，傅敏之还是机要秘书，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这个时候，看看谁出来兴风作浪，谁做这个出头鸟。谁是出头鸟，谁就是葛九如的同伙。注意那个龙岩冲。哎呀，师座，您分析的真是太透彻。属下明白。嗯。去吧。那师座您忙，您忙。哎呀，委屈你了啊！特殊时期，公务繁忙啊。哎呀，小宝贝儿，哎，怎么这么急啊？是不是出事了？刚刚得到消息，葛九如死了。啊！自杀。张道龙派去抓他的人烧了他们家房。为什么？这还不明白吗？葛九如暴风，他自杀是怕落到张大龙手上，他一死线索就断了，你也就安全了。葛九如以他的死坚守了自己的承诺，表明他没有出卖任何人。被送出去，很有可能是葛九如派出去送特征书的人叛变了。现在情况很危急，要查清楚整件事情。张大龙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暂时没有。老郭，葛九如同志牺牲了，我在新28师唯一的联络人已经断了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？来之前，我已经是上级汇报，上级命令你。潜伏等待，很快会有人和你联络的，别乱了阵脚。啊，另外，这件事情不能让龚锦让知道。这位老师长胆子小，一旦知道特种兵丢了，他会坐立不安的。我们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就等着张大龙来抓龚锦让，这也太被动了。当然不能坐以待毙，要密切监视。一旦张大龙动手，立刻做出反应。好，我们会和你保持联络的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
二位请。张师长，客人到了。啊啊！哎，看座，看座。哎呦，哎呀，启东兄，哟，夫人也来了，什么风啊？啊，张师长，您公务繁忙，我们本不应该来叨扰。哎，可是那人非说要来，你看张师长，请见谅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啊，师长夫人啊是有惊无险，我们呢也是又惊又喜。这不，我去城里的昌隆号啊，扯了几匹上好的杭州丝绸送给姐姐，回头我们啦去做几件新衣服。嗯，匆匆晦气。哎呀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客气了不是啊。我们大翠儿啊皮糙肉厚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人家倒是会心疼自个儿，弄了一锅老参乌鸡汤给自己补上了，不会有事儿。这会儿啊正在卧房睡着呢，用不着咱们操心。哎，启东啊，我倒是找你有事儿啊。啊，哎呀，你们有正事儿要聊啊？那我去找姐姐聊聊天去吧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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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带林夫人上太太卧房去。好，是，太太请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哎呀，客气了啊。启东，哎呀，多好看呀！我就知道最有良心的是你。这市里头这么多的女眷。就是你第一个来看我，谁叫我跟你最亲呢？哎，快给我妹子盛碗鸡汤来。是。恭喜师座，此卦大吉。哎，怎么说？怎么说啊？总体而言，就是师长，您现在问的事会非常顺利。师长做的一定是好事儿，所以不必担心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哎呀，神了，神了，神了！太神了呀，启东兄啊，你就是军中的半仙儿啊！这男人不是说了吗？这男人四十三姓氏，升官发财死老婆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你呀是福大命大之人。还是妹妹你心眼好。看来师长这次做的定是惩恶扬善。替天行道的大好事儿啊！没错，没错，就是替天行道啊！不瞒启东兄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你知道昨晚我查出了共匪安插在新二十八师内部的奸细啊！哎，你知道？这人是谁？这共党的黑手这么厉害，都伸到咱们新二十八师了。听师长意思是，这个人的职位还挺高。岂止是挺高啊，那个眼睛直接盯上了咱们师长龚简让。龚简让恐怕现在早已上贼船了。你知道共匪的这个卧底眼线是谁吗？那就是咱们师作战参谋葛九如。葛九如？不可能啊，我认识他多年了。哎，师长，您说话可要小心，那龚简让在高层人脉颇深呢，您要是手里没有实证。实证，嘿嘿，他龚简让投诚书现在就在我手里捏着呢。那，张师长为什么不立刻呈送南京，
哎呀，要是耽误了时间，龚简让和共匪勾结起来兴风作浪，那我们新二十八师就有兵变之灾呀。启东兄有所不知啊，近来匪患频发，难免和共军有勾结呀。万一这半路上再出点差错呢？不怕，等两天，等两天，上峰就把督导团派到二十八师来督导备战。到时候我只要在上峰面前把龚简让的投诚书这么一亮，他龚简让就算是完蛋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张某人可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个柔德尊位。哎呀，张师长，英明，英明啊！张大龙有什么动静？真是奇了怪了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张大龙领了个姚姐回家了，严明在赌场混了一宿，警卫连没有集合，还有几个人把宪兵打伤了，其余的任何动静没有啊。哎呀，你啥姚姐呀？你这打听什么消息呀？你也没问问，葛炯如死以后外边有什么动静？都传开了，说是葛参谋家里失火被烧死了。张大龙，这个喉咙里卖了什么药啊？一病之计。老郭已经暗中派人去监视张大龙家了，让我们这边相机行事。你说我们怎么办？你问我？我问谁去？那总得有点搞点什么消息啊。你刚才说严兵在哪儿混着呢？赌场啊。赌场。赌场。来来来来，哦，来，您要吗您？哎，哦，来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总，您又输了，您又输了，赢得呢？咱们重新开始啊，来来来，输的要回本，赢的要发财。庄家在外面，打！今儿要不是您在，我在他那儿可就完了。哎呦，谢谢。嗯，老板呐，你看这事情我都给你摆平了，我这也输得差不多了啊，再借我30块大洋。哎呦，军总，您都借了100大洋了，怎么，你怕我欠账不还啊？岂敢岂敢，严营长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你废什么话呀？快拿钱！严老总不会不还钱，可严老总不会总在这景安城里待着。您说，共匪不是就要打过来了？严老总总得带着部队上阵杀敌吧？这一仗一打起来，那就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。严老总，您说不是？到时候您就是想还钱给我，您也不能抛下子弟兵们回来送钱，不是吧？那你的意思是我是诚心赖账了？不敢不敢，只不过军座您借的太多了，小人这店小周转不开。张万坤，借钱干什么？就是借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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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哎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堂堂的营长就为这几块大洋动肝火呀，
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咱们新二十八师输不起呢。来，兄弟有几个闲钱，严营长，你拿去翻本。来，好好玩，别闹事了啊！哎，老板，吃桌子。来，等会儿来。哎，走，坐，咱们重新开始啊！来。哎，您看一下，大哥，这是什么玩法？我怎么头一次见？嗨，我谅你也没见过。这个叫二十一点，从美国海军那儿传过来的。来，哎呀，兄弟真行啊！啊，一来就给我带来好运，哈哈，赢了！哎，给钱，还是你严营长手气好呀！哎呀，别老营长的了啊，叫我老严就行。来，哎，一直忘了问你了，哎，你是哪部分的啊？副师长警卫连的。啊，你是空姐让的。啊，跟他多久了？我早就跟公师长了，只是我们部队打散了。我当了两年土匪，您要吗？您，哎呀，大哥，啊，这西洋牌玩的不得劲儿，要不你自己玩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你看你刚给我带来好运气，你这那赢钱得靠气势，更得靠本事。你看这庄稼，一张一张的发啊，不动脑子咋咋呼，多没意思啊！咱哥们打牌。那得一边打一边聊，砸来砸去，那才过瘾。嗨，道理是我是懂，这是小地方，没牌搭子呀。啊，这么着吧，我给你摆一桌。行，嘿，大哥，你放心，交在兄弟身上了。哦，严营长，久仰。啊，人都到齐了啊，开始吧啊。哎，就这么做了，啊，摸下腹啊，好，哎，今天咱们打几圈啊？八圈有点少吧？我是没问题啊，就不知道孙老板明天要不要开铺子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舍命陪君子啊！严营长，你看。八圈哪能过瘾啊？啊，至少16圈。好，血战到底。好，血拼到底。白板。这牌也太臭了。小兵，哎呀，糊了！哎呦，清一色一条龙，你又糊了，手气也太好了。哎呀，严营长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二位，嘿，糊了，啊，又糊了，哎呀，你手气真好。我三个二万让你糊了，哎呀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自摸，糊了。哎呦，严哥，哎，今天手气太棒了啊！不玩了，我太背了，连美元都输给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没都完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行了，啊，这钱也输完了，16圈也打完了。手下败将，佩服啊！那送走，那我们先告辞。改日再见啊！改日再见啊！哎，改日再玩啊！哎，好，啊，请回。哎呀，老弟，哎呀，我发现咱们俩真是相见恨晚，这配合的也太他娘的默契了啊！嘿。摸耳朵就是要饼子，抠脸就是要条子，挠头就是要风。哎呀，好久没赢得这么舒服了。哎呀，太过瘾了。哎，来，这是你的啊。啊，好，小弟和老哥投缘，你赢的你都拿走。古人说嘛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只要你老哥开心，小弟我就高兴。好小子啊，走，老哥请你喝酒去。走。哎呀。
么样？我演的不错吧，孙老板？还行吧，那个赌棍就想着赢钱了。瞧你。好。哎，等他发现那些银票是假的时候，可该傻眼了。让他傻眼去吧，只要贺占武能从那儿套出话来，他对咱们就没用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弟呀、啊，哥哥，我看你是真顺眼啊！你这样，你明天，不，你就今天，你打一报告，你过来跟我，啊，我给你弄一连长，还是机械化连啊！我在二十八师什么地位你知道？我说一，那没人敢说二，对吧？我说往东，你师长，他也不往西，是吧？全民哥哥，你抬举我呀？那龚师长让你打了一枪，他都没敢把你怎么地。来来来，我敬你。你说龚锦让那条老狗啊？你听我说，那个老东西没几天好日子过了啊！听我的没错，咱们以后的正主是张达龙张师长。哎，我怎么听老兵说，龚师长上面有人？有人管个屁用啊！这老小子投靠了共产党。嘘，这话不能瞎说、啊。你看我瞎说，这投诚书都让老子给缴获了，就放在张师长家里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那张师长如果拿到他什么罪证，为什么不往上报呢？留那个投诚书要下崽啊？你说你个小兵娃子懂什么啊？明天上头要来督导官，咱们张师长要等着，咔嚓一击致命。哎，承当正供，懂不懂？哎，哎呀，老哥，你是怎么缴获的投诚书的？嗨，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巧了。那天，反正我有我的高招。原来如此，这龚锦让要投靠了共匪，小弟这前途可就……所以叫你过来跟我吗？啊，要尽快啊！老哥，你是真有本事啊！这种事情你也能查出来？哎呀，这算个屁呀！哎，你是没见着我那天审那个犯人啊，那小子哭的跟那猫叫春似的。那个人是谁啊？就那谁嘛，就那……哎，这那个，这张市长吩咐了，这可真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张太太，啊，来，您把这件也试试。哦，好好好。哟，哎呀，姐姐，我觉得这个暗颜色的更好看一些。我知道。我身子胖，穿着深颜色的是不是显瘦啊？哎，姐姐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启东啊特别没出息，专门搞那些什么旁门左道的东西。我让他多看一些兵书吧，他就去看什么易经。我让他多出去走动走动吧，结果呢，他就去看那老头下棋，一看一天。哎呀，我都没话说他了。我觉得你们家启东呀真是好丈夫，天天守着你，又没有什么花花肠子，哼，不像我们家那个死鬼。天天就想着多闹几杆枪呀，多闹点军饷呀，看哪个长官哪个好，我就拍他的马屁。你都不知道那拍马屁多花钱呀，所以我才冒着危险去做生意的。那是因为姐姐能干呐，能帮衬男人，不像我，就会花我们家启东的钱。你们家启东呀，太老实了，他有多少钱都给你，不像我们家那个死鬼，恨不得把我的钱呀全拿去养女人。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老板，过来一下。好嘞。就这件。张太太，啊，您选定了？选定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张太太，您可真是好眼力啊！这是今年流行的法兰西的花式，中西合璧，好看的很呐。多少钱？啊，把我上次欠的钱也一起结了吧。张太太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哎。您能会过我们小店，是我们小店的荣幸。
张师长以前还有几笔单子，您是不是一块儿接了呢？接，梅山，你给我看看多少钱？你看，姐姐，你还是宋家张师长的心思不在你身上，这不都是给你买的旗袍吗？给我买的旗袍？不会吧？你看这两年他就没给我买过旗袍。7月10号，那时候我在广西了呀。老流氓，老板，他自己的账让他自己结吧。没事，我们走。张大龙确实掌握了龚家的投诚书，据严明说，就存在张大龙家里头。张大龙之所以没有惊动龚家让，是因为明天国防部督导下来视察，送上门的钦差大臣，他想到时候当着上峰的面，给龚家让致命一击。算盘打得够响的。喂，谁找我？周老板。那你还不让他进来？你不知道我做衣服了？让他进来。那个投诚书是谁交给张大龙的？我不知道呀，严斌也没说。那你不会问呐？他只说动了刑，那个人就什么也交代了。这个软骨头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现在最关键的是，在督导来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拿到投诚书。那怎么弄出来啊？这个咱们俩得好好合计合计啊。龙兄弟，龙兄弟。哎，周老板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哎，听说上次给龙兄弟做的西服需要改一改啊，我今天特意上门。哎呀，有了，请，好，哎，好。我说你们干嘛的啊？这是军营，不是赌场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张家保险柜上钥匙的母信。这是张大龙他们家的地图。哎呦，这两样东西您是从哪儿弄到的？神通不小啊。葛九日同志牺牲了，以后你就直接接受犬生的领导，我是你们的联络人。老周，犬生是谁啊？他说现在还不是告你的时候，不过犬生吩咐了，情况紧迫，希望你抓紧时间，今晚可是最后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把东西搞到手。嗯。你抽什么风啊你？嗨，你抽什么风啊你？抽我，我还要抽你了！我为了挣那钱啊，你倒好，你倒把脸包小点，我让你包小，我让你包小。你什么包小？你这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，账单我都看见了你。就为狐狸精花你什么狐狸精啊？哪来的狐狸精啊？我告诉你，那是给人家送的礼。嗨，抽什么风啊你？我还要抽你了！我为了挣那钱。二娃子，你干嘛去呀？老爷那边都闹起来了，被太太骂祖宗十八代呢。我还找几个人劝劝去。哦。司令的千金，人家大学毕业了，那个哎，不信你问启东，是吧？启东，是，好像是。啊呸！你个不要脸的！我哎，大嘴，你自己不要脸就算了，还把人家启东拉进来啊？还什么司令员的千金？我告诉你，你那是做旗袍，我你知道旗袍怎么做吗？我那得知道尺寸。这是我知道尺寸，不是。浑身上下的尺寸都让你这老流氓知道了！哎哎，等等等。
道歉啊！你看，肯定是店家搞错了，要不啊，就是谁冒了张市长的名义？你看张市长根本就不知道旗袍的做法，那是不会给别的女人做的。是啊，对，梅婵说的对，一定是有人冒我的名。张大龙啊，张大龙！我在你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一句屁股就知道你在干什么事？你什么人我不知道啊你！啊！你他妈给葫芦鸡摆脱啊！你刚才去什么脸吗？啊！冒什么人的名字吗？你多有脸面啊你！啊！梁大爷！你要脸的你啊！你有本事你流氓！你没本事承认你啊！你不就是傻婊子吗你？他不说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自己的身子多不值啊！姐姐呀、啊，现在呢也只是就是怀疑，没有抓着什么证据。张市长他的性格呀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你看我们军内多少人都三妻四妾的呀，至少人家张市长的心思还在你身上嘛。老爷说，说什么说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出去，慢着，去给太太弄一碗莲子羹来。是。仆人，怎么会当仆人呢？
看什么看？猫抓的。不不，这道伤疤更显得师座身经百战，别具一番风采，实在是令严某佩服。哎，明显吗？哎，不明显。哎，那个崔新如什么时候到？报告师座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师部。